新荣今麦常常拢会甲我试探，表示伊对我的怀疑愈来愈重。我看小姨继续待伫遐嘛无适合，早晚拢会憋空。还是暂时替小姨租一间厝，先搬走较妥当。新荣大学都放弃个学业嫁予我，伊家人生上青春的时间予我，还佫奉献这个家庭。我冇答应过伊。要好好照顾伊一世人，即卖伊为着要替我做选，牺牲家己的自由，还佫有空间，为着我付出遐尔多，啊，毋过我却一直咧欺骗伊，我真正是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即卖即个状况，我愈来愈无得应付。我现在无法度冷静思考这个问题，还是先来处理土地纠纷的代志较实在。关婷，关婷，关婷做工课的时阵足认真诶，连我来拢无发现。我来给伊放较轻松诶，若无伊压力实在伤大。我现在正在处理一个选民哦，正重要一个陈情案，先花较专心处理哦。伊根本就是想骗我，无代无志，啥都变呢。冠廷是甲谁约要见面，我哪会不知？这一定不是公事，是私底下约的。不是像啊！你想哪不爱花钱？安怎？你伫外口是西班牙查某？这是一个工厂头家的秘书，伊的打电话，伊是要甲我确认明仔日我甲因头家见面的时间。你莫胡白乱想好无？干嘛呢？那呢？这是公事啊！我想哪袂当替你食？你莫阁骗我！一定是你实在心的查某，拄才才会拄我这尔冷淡。秋雨，我唔知你即摆是伫甲我乱想嘞。你先好好处理公事好无？你先较冷静嘞。喂 ，Angel， 是，我到冠廷。好，啊，明仔载变哪样？拄才打电话，冠廷迄个查某到底是啥？冠廷竟然为着伊搞塞性地，看伊来电大头贴是一个年轻辣妹呢，而且刷来甲咱会甲冠廷有真侪互动，伊敢真正是啥物秘书？之前拢毋捌看过这个查甫甲冠廷联络，是安怎形容出现？像这款什么秘书啊、助理，上恐怖，常常拢会变做头家的小三。万一冠廷真正互伊骗去，是要安怎了？袂用的，我即摆着去找冠廷，互清楚，袂当互别个查甫有机会甲我的幸福抢去。是有人在对我。那人是啥？谁那要跟踪我？敢讲是周慧萍，搁派人想要对付我？伊实在是有够恶毒的。
遮迄个人，唔知影敢有倒来，若是知，才是要怎？你无欢迎我，嘛无需要甲我讲好死啊！黄秋英，多好着好呢，人市电影哦，你开门着好啊，现在才要人攻击。我你之前阁得罪着什么人啊？你今日报仇哦？来，我问你话拢歹应。好，你拿件物件。所以拄只群众话人是大林，伊是要创啥？敢讲伊嘛互周慧萍买收，要来对付我？我你当讲啥意思？我即摆人徛伫个遮，你上无请我入去坐，停一个滚水给我，那真是无礼貌啦！无采我真正替你照顾汉生，照顾遮济个。哦，啥济啊？应该不是专工送恁过来给我的吼，拄只群众话的就是你，到底是要创啥？哎哎哎，莫讲群众这么歹听啦，这哦进前来过一遍啊，只是我进前来的时阵哦，你拄好无伫。你怎会知我到底遮？你有在条三更半暝敲电话去骚扰新农规家伙啊？你应该知影，即摆电信公司哦，只要查中联记录，就会知影电话号码是安怎。知影电话号码，我即摆查到住址，敢有真困难？其实今日哦，我是专工咧考考你。你之前都千门大户去住新农因家，即摆叫个冠廷伫外口金屋藏娇，啊，所有好康拢互你冒去啊！你又敲电话人骚扰，你真正全世界的人为着你来取笑你才甘愿哦？是又安怎？无你甲全部的代志拢讲出来啊！看冠廷敢会阻挡你？啊，不过就算伊无阻挡你，你嘛唔敢讲啊！若无今仔日来遮呛声，就是金星荣，唔是你啊！真正是软土青骨啊，食人狗狗！我看你的面皮哦，亲戚都透袂过。这金氏世界纪录，若真正有小三这行，你绝对是地表最强小三。暗时专工来找我，搁炸鸡丝，敢咪是武器啊？我是紧甲伊赶走，若无伊真正要伤害我，就害啊！你讲啥物？你讲你要来考劝我，我是无想要听啦。你讲继续伫遮吼，我就要报警。好、哦。唔免浪费警察资源啦，我爱走。到底是安怎？大家拢要跟我作对，大林嘛甲看无，害我拢无心情踮伫厝。送来市电影啦！啊，毋佳佳甲冠廷袂去早锁匙哦，是讲啊，万免电影是甲救家己的人，是佳佳呀！伊文，是我啦！相互起步，啊！伊搁选来阮家创啥？你毋好把咧想用，敢袂是要找阮新娘呛声？恁祖妈才袂瘾甲你开，妈是啥？哦，好，我咧开门啊，恁带无用哦。黄秋英，你真过分嘞，哈！你即摆当作阮家是啥？是公共场所，是大马路，互你带弄出弄入，足无礼貌的呢！我甲你讲。冠廷无伫咧，厝内敢若我甲新荣两个尔，你两个等你啊！
冠廷无伫个又安怎？为着我来煮暗顿，等伊回来啊！哎，周慧萍，你是有够恶毒的！顶届造势大会想要害我无成功，今嘛你讲派人要来对付我，实在是，你拢唔惊我把代志讲出来？你是有被害妄想症哟！我无好霸伤用，你算哪个咖？我著搁第二摆找人去甲你暗算咯。哎，我真无闲，我真无时间呢。这怪来怪去，还怪你家己。你拢无检讨，提起来照看卖啊咧。你真个人怨命呢，哈？人看人讨厌呢，鬼看鬼倒提。你确定吗？你确定讲你外口得罪人，敢若我尔？也是讲，全世界希望你黄秋雨消失的人，只有敢那我周慧萍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你很讨人厌，自己要检讨，不要牵拖啦。对，安娜，妈，秋雨是你啊？妈，阿姨讲什么？不要牵拖，秋雨是搁做什么代志啊？哪有？伊来，我当然是欢迎啊！我是要赶墙衬托啊，给伊换。你看伊穿甲遐尔啊悬，我加忝。啊，他拄安尼上吼，哎，敢那老人痴呆症，我袂记得咱的衬托啊放伫底。我讲地板真清气，叫伊唔免穿衬托。妈，你嘛咧笑亏，啊，咱衬托啊，就放伫柜仔内底啊。小姨，我妈咧甲你讲生笑的啦，你家己去换啦哈。我知影啦，伊话你就唔免甲我当作是人客。啊，遮就敢若是我家己的厝共款啊，若要衫我家己来就好，我是袂甲你客气的。啊，对啦，秋雨，你今日来到拄啊好啦，我有买迄老字号餐厅的菜吼，就好食啊，你留咧做食饭哈。啊，不过我是想讲，议员甲学长最近拢足无闲的，啊，为着选举拼甲无名无利，所以。我今日哦，特别买这菜来，我想讲今日我来煮给大家吃。免这麻烦啦，暗顿我已经传好啊。啊，你这菜，唔就等去煮给你男朋友吃。你要趁这个时阵哦，把你男朋友的胃抓住啊。伊要吃我煮的菜哦，有足侪机会。是讲，我唔是甲伊讲过啊，莫常常买一寡外食给学长食，迄唔是伤咸，就是伤油呢。下底我菜拢买啊，今仔日我来煮啦。啊，新总，好啦，啊秋雨都生意吼，连菜都搬来个咱兜啊，爱煮就互伊煮嘛。来不了就是外卖的跟家里煮的，拢总可以上桌顶吼，摆好一碗碗碗，咱下暗食较青草嘞，嗯。好，安尼我来查啦。啊，对啦，新龙，你紧打电话叫学长等来食饭啊，即摆已经足晚嘞，唔知影你无闲啥？我伊去无闲啦，时间到吼，伊准会等来，咱免去甲吵。呀，我跟你来指挥船。嗯。喂，英雄，下次我是高冠廷。喂，我伫家。英雄，真多谢你。我知影讲恁头家真无闲，我本来是讲无这个机会当看到伊，多谢你斗三工咧替我用心安排，我才会当有这个机会看到伊。你莫安尼讲，是你太过客气啊，这是我应该做的代志。搁再讲，你的政治理念我真欣赏，我嘛真支持你。下当甲你斗相共，是我的荣幸，唔才对。
加济啊。啊，多谢。嗯。谢你哦。多谢你。免客气。要冷气安尼，新荣，你敢平常无爱敲电话问学长什么时阵要转来？我拄只有讲啊啦，冠廷时间到哦，伊自然会转来，咱免一直甲催啦。对哦，冠廷一定收收阮代志去耽误着，而且阮姐姐伊咧补习吼，嘛无遮紧就转来。那你咧讲啊，讲菜会冷气，哎，不然先吃嘛吼。安尼唔好啦，我专工煮一顿，就是想讲要慰劳学长。那下当伊还袂回来，咱就先吃。你无爱卡，无我来卡。奇怪，哪拢无爱食？我拄只传简讯嘛，无爱回。学长最近真正足奇怪呢，毋知影咧无闲啥。小姨，啊，你是冠廷的助理呢，伊咧无闲啥，你敢毋知影？嗯，好啦，我甲你老实讲，其实今日我穿目睭看到学长甲一个生了足水的查某伫咧传简讯、讲电话。我著好心甲伊提示讲，伊是有家庭的人，叫伊较注意的。结果伊竟然生气，讲我管伤济，所以我今日甲伊有淡薄仔无欢喜。莫怪阮冠廷无欢喜，日日甲你生气，我想这嘛是应该的。巧伊你真正管伤济啊！你安尼生是无分大细，目中无人，你管甲对阮冠廷去？你是人的新老祖，你新老分来工课就好啊！你管到对头家迄边去，什么咧？头家甲人传简讯，对方的查某生作足水，生作足水，甲你什么事？生作足水的查某，就一定是迄种不三不四的嘛？啊，冠廷吼，确实唔免你来去交代。所以冠廷，伊是真有代志问我啊？是啊。所以我今日唔才会来遮，我想讲哦，替你注意一下，啊，看学长是毋是有准时回来。晴荣啊，学长今日暗时根本就无行程，伊毋知影走去倒位去呢，你拢袂烦恼，我拢替你感觉足紧张的。这个黄秋怡，袂见袂笑，家己咧做小三，即嘛是想讲。要来挑拨阮新荣甲冠廷是无？秋怡啊，我想你误会啊啦！你嘛知影冠廷即马真无闲伫咧，吼、哦，伊专心专意吼，连人甲时间拢放伫咧伊个选举顶头。要哪有迄落啥物咧？会甲啥你讲个迄传简讯个，啥物不三不四个？哎，即种话是免乌白讲。该传简讯的，只要是查某，就是不三不四。那不可以这样子说，万一人听到安尼就唔好。唉，讲到嘴甲全全破了了，讲讲一寡有诶无诶。你毋是来煮饭要用食诶吗？会饭冷起安尼，先食饭嘛，哈。我来开门。歹势。哦，我外号八九，我脚足长，去甲你骑着，无毋是我骑着你哦，是去你拐着我，吼。新郎，去开门啊。哦，嗯。